在游戏中捕获。开始 Pokémon 吹的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Latias， Pikachu，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Latios。你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回归原始，回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超巨化技火，降点形象灵盘吧。防攻，超巨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停止轮盘吧，这是超级球。太好了，是三连捕获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追带吧。 Insert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